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万泰保育集团的佩莹，很荣幸受邀到母语学习论坛举办这一场以动物为灵感，利用有趣和互动的方式帮助儿童乐学华文的工作坊。这个工作坊适合家长陪同3至8岁的孩子参加。如果你想参加这个工作坊，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。工作坊名额有限，先到先得。成功报名的公众，我们会在活动前给你当天线上会议室的链接。今年第11届母语学习论坛的主题是畅游母语乐园，感受学习喜悦。欢迎大家在8月27日星期六到母语学习论坛网站 www.mtls.edu.sg 参与活动。我们到时见。